第一次我们会遴选100位高雄涉及5年以上的高雄子弟，就读大学硕士班跟博士班的同学们，送他们出国进修1年。这1年的时间，我们将会提供每一位青年学子20,000美金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，高雄市将启动飞跃100满天星计划，第一阶段要送高雄大专校院生出国研修1年，提供每人1年20,000美金。计划也依照不同身份保障补助，生障、新住民、原住民等。不过引起绿营议员质疑，遴选制度是否透明？他们有没有在内部经过非常缜密的全盘的规划跟讨论才出来宣布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会变成是急救章，像我所提醒，那会不会变成是有钱人的满天星？那是不是公开？是不是透明？是不是会变成有所谓的特权啊，或者说某某特定的族群啊，比较有机会拿到这样的名额？就连国民党议员王义雄也表示，原住民学生能有机会出国进修是乐观其成，但族人是否有机会分到这块大饼，加上市府财政拮据，还必须承担目前超过3000亿的债务，预算该从哪里来？在此的老师在写的一些的学生，对他们是有也有帮助。可是跟你说，他那个时间啊，你说。有多少个人？100位，还是200位？还有没有吃到这个饼？因为现在政府的财政这个部分，非常拮据的情况之下，那将来要推动这个是不是还是有它一些某种的一些的影响？满天星计划还没开跑，就引起蓝绿议员质疑。高雄市府表示，今年度经费将由市府公务预算或是基金预算因应。明年开始则将由教育局及人事处编列年度预算，最快下半年就能送第一批学生出国。原生新闻 NABO 高雄市采访报道。